嗨，干什么呀你？有你这么摘菜的吗？把皮儿都扔里了。那怎么不听你吓我一跳你？我发现你最近特别容易受惊吓，还爱愣神儿啊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跟我说说。我有什么心事啊？好久没听你说起苏苏他，他们家的事儿了。我都不去了，还说人干什么呀？啊，不怕你说，就怕你不说。什么话窝在心里头，剪不断，理还乱，说出来就痛快了。说出来啊！我跟谁说也不能跟你说呀。还没完全糊涂啊！告诉你个好消息。嗯。苏苏他爸给你来电话。那不早说呀！我得赶紧去。我接一下，马上回来啊。我已经替你接过了。嗯，他说啊，来电话没事儿，就是找你谈的。我也正想跟他。不用了，我在电话里已经跟他说了啊，好事不瞒人，瞒人没好事，要搞光明正大，不要搞阴谋诡计。电话里能说得清楚吗？有什么事儿请他到咱们家来谈，他说话就到。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什么叫好事不瞒人呢？谁不光明正大呀？啊，光明正大就非得都让你掺和呀？咱们国家开人民代表大会，光明正大。你说你没事，人想进去去旁听旁听，我估计人家就不一定让你进。人家干嘛还估计啊？肯定不让我进。所以呀，你不能说人家商量的就不是好事啊，是不是？人家商量的是好事，还就不让你进去。你有脾气吗？哎，你有意见你可以提。我没意见，我根本就没想进去。再说你们俩，你提人大干嘛？你们俩那点事儿，恐怕还惊动不到那儿呢吧？啊？我们俩什么事儿啊？什么事儿你自己知道。我，你要这么说，待会儿那姓苏的来了，我还就不见他了。我，你爱见不见？你拿这吓唬谁？你不见，我见。既然和平老师身体不太好，啊，那我就告辞了。请留步，苏先生。难道您就真的没有什么需要我向他转达的事儿吗？这个，您请他多保重，不要着急，啊，哎呀，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啊，要是实在是不行的话，不舒服还得到医院去请个医生看一看啊。哎，要按时吃药，多喝开水。饮食呢要注意清淡。哎，早晚要各量一次体温。这个看不出来啊。苏先生在哪家大医院工作呀？啊，那倒没有，没有。这不前几年我在外面身体一直不太好，我也是久病成医吧。我爱人跟您爱人恐怕不是一回事儿吧？那是，我爱人是医治无效啊，不幸逝世。你爱人是一定能够战胜这个疾病，早日康复的。那这也是我们两个人的共同心愿吧？哎，咱俩人恐怕也不是一回事儿吧？啊，那是，你是谁？我是谁呀？你是家庭美满幸福啊？我是孤身一人，还拉着一个孩子，那么我的爱人要活着，我也不至于受这份罪呀。你瞧，你瞧，我说着又说到一块儿去了。你看看，德老贾同志，您得原谅我呀。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哎，你一个人也不容易啊。我还好说啊，关键是孩子。哦，上一回啊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哈。和平老师好好的，嗯，好好的就说再也不到我们家来了。你看看，你帮我分析一下。
陆文人，打这儿起那孩子就天天给我闹啊，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这不，求到您府上来了。哎呀，你看这个，要光是为孩子哈，你看这个老苏同志，要不咱们这么办？嗯，和平啊，他这几天确实身体不好，等他身体好了以后呢，我让他上您家去看看您的孩子，是吧？您要有时间呢，也欢迎您带着孩子到我们家来玩，都不是外人嘛。哎呀，太谢谢您了啊！哎呀，不用谢，不用谢，是吧？只要您没有什么别的想法，我们这边呢，怎么都好说。哎呀，瞧你说的呀！啊，我能有什么想法啊？对，我不可能没有想法啊！我也是人，不是神。我就知道你有想法，你说吧。我把我这个想法说出来，你可别批评我庸俗啊！啊，这不是这几年啊，我在生意上做的还可以吧？嗯啊，这个你们全家，特别是你的这个爱人，啊，又对我这么支持，所以呢，你们家如果有什么困难，你就言语一声，咱们三千五千的，咱们不去银行吗？啊，咱们这是十万八万的，我还有一个活期的。要是一二百万的话，咱们也有一个这个大额转让啊。哎，要是千八百万的啊，那就得用支票了啊。我这个账号是……我这又不是工商局，你不用汇报这个项目啊。对对对，这不上午刚给咱们说完吗？我这个意思是啊，您的意思我明白了。我呢现在还养得活老婆，是吧？如果我真有什么困难，我再去求您。瞧你说的，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。哎，甭管您什么意思，是吧？只要您没有别的想法，我可以批准和平呢到您那儿去看看。别的想法啊？什么别的想法啊？我能有什么别的想法啊？我就是有想法，我也不敢告诉你啊。我有想法也不敢告诉他。我根本没想法嘛，我能有什么想法？没想法。老苏啊。天也不早了，孩子也睡了，我也该走了。再坐坐吧。啊，一会儿我用车送你。和平老师，哎，今后你还能常来吗？可能不成了。每回都得我爱人特批。太不像话了，这不像话。你这人还有没有人身自由啊？这都是什么年代了，没有人身自由吗？这干什么吗？这个是你作为这个新社会的这个女性啊，共和国的公民，我这不是挑拨你啊，不是挑拨你们之间的关系，这个你们家那个老贾根本无权干涉你。不是，其实我们家贾志国吧，哈，他那个基本上还是挺明白事理的，就是有时候那劲儿一上来吧，他烦拧。比如说吧，这事要是反过来，假如说您爱人没事老往一独身男同志家跑，您乐意吗？他敢。不是，不是，这个也要具体的情况来区别对待啊。不是，你看像我这样哈、啊。嗯，又忠厚又老实的男同志，你还是可以完全信任的吗？得了吧您啊，老苏同志，您要演戏可演不过我，你们做生意的有几个老实人？哎，不能一概而论啊，不能一概而论。嗯，我们生意人也是分不同档次的呀。荣老板，嗯，生意人，嗯，不也是选上国家副主席了吗？哦、我虽然没选上啊，可我在这个生意人这个圈里头档次还是很高的嘞。啊，再说了，我们这个生意人是很讲究信用，哦，朋友的妻不可欺。哦，当然你们家那个老贾和我也还算不上朋友。所以您就能欺负我？不啊，不，对你我压根儿无动于衷嘛，无动于衷啊！你看你来过多少趟了，我就感觉没有你这个人一样嘛。您说这话可有点让我伤心。
来这一个多月了，我对您都有点，您对我无动于衷，我还没老到那份儿上吗？不老，特别年轻，年轻。我那不是不敢往那边想吗？我这就啊，我每次啊看见你啊和我的孩子在一起，我常常出现一种幻觉，就感觉我那口子又活了。我经常的想啊，我们这个三个人啊，要是老是在一块啊，那当然，我这个我也知道我这个想法是不正确的，我挺好的事儿给想歪了啊！你要对我呀狠狠的批评和教育啊！其实我有的时候也想，咱们互相批评吧。老平，老苏同志，您别介，我年轻幼稚，思想不太坚定，经我经不住您这么考验我。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啊？我在自己家的沙发上，我坐累了啊！我换一个姿势，这又怎么了？这个就您先别换呢，您要换，您等我走了以后您再换。走了以后您想怎么换就怎么换，您在沙发上拿大顶都没人管。哎呀，这我还真得赶紧走了，我走了以后我还不能再来了，我要再来还非出事儿不可了。你别走啊！不是，我就这个姿势啊，我不换了成不成？我不换了。妈，我多难受你甭管。我不认识你，我跟我妈长得一点都不像吗？你一定是圆圆姐姐，常听和平阿姨提起过你，一直想去看你，就是没抽出时间。今天就到你天来看我，真不好意思。我已经来了，你就别不好意思了。这就是你们家著名的美国加州的那牛肯特基吧？什么呀？这是美国加州肯特家具。哦，圆圆姐姐快请坐。你想喝点什么？茶、饮料还是咖啡？给咖啡加点糖。张妈，哎，看咖啡。哦。哟，你们家可真酷，难怪我妈老爱上你们家来。这只是我们家的一部分，因为上学期我才住这儿，周末我一般去别墅。到了假期，我喜欢住我爸的写字楼，或者干脆去海边。哎，你喜欢不喜欢啊？我也喜欢，可是我没去过。那我以后带你去。谁让你是我姐的？我先声明，我不是你姐。我知道你们女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年龄，可是你妈告诉我，你确实比我大一年零三个月。哎，她怎么没来？很简单，我不让她来。你不让他来，他能听你的？我只不过是略施小计。我告诉他，他睡午觉的时候有一个姓苏的来过电话，电话呢告诉他他可以不去了，他当然就不来了。我现在就给和平阿姨打电话。打吧，打吧，打吧，你打吧。反正我已经把我们家电话线给掐断了。贾圆圆。我觉得你这样就是极端错误的。和平阿姨作为新社会的妇女，共和国的公民，她有人身自由，她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我不允许你和你爸合起伙来欺负她。嘿，我还说你和你爸合伙欺负她呢。什么？我们欺负她？她每次来不是好吃好喝招待，我爸还亲自下厨房给她做夜宵。她要走，我爸还亲自开车送她。光你问题还不大，可你爸呢，老这么亲自的，问题可就严重了。蒋圆圆，我看咱们做子女的就不要干涉父母婚姻恋爱的问题了吧。嘿，我爸我妈在一块过得好好的，有什么婚姻恋爱问题啊？我妈不在了吗？万一我爸看着你妈，或者你妈看着我爸，那咱俩就不要管了。再说我也
不怕失去什么？你是没妈，你当然不怕失去什么呀，顶多找不着就完了。我呢？那你就认倒霉呗。嘿，你没妈的走运，我有妈的倒霉，这姐姐我跟你拼了。别别别，我知道你们女生班里的，可别这么欺负人呀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谁跟你同根生？我跟你说一伙不相容。哎，你看你妈对我这么好，你怎么能做成这样？我妈那一时受了你骗，今天我要替她老人家报仇雪恨。哎，你姐姐手下留情，咱们都管成一家人了吗？你还敢造谣？什么叫一家人？我是说，虽然长得差点，但我宁肯受点委屈，我长大了也跟你好。别管你妈叫妈，别管我爸叫爸，这不就成一家人了吗？你还敢造谣？你还敢说我长得差？说我什么地儿长得差？不差不差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我哪好？说让给我听听。我要高兴，我就饶了你。你长得跟巩俐差不多。不像，一点都不像他。我知道你不像他，你叫林青霞。哎，不行，林青霞长得一点都不好看。那你像深宫百惠总行了吧？还不够。那你就你能怨你像谁呀？你干脆打了我得了。这你都看不出来，人都说我长得像宋丹丹。想他吧。哎，你要还这么阴阳怪气，那我不去了。试试。咦，我肚子一下不疼了。那我还是去看看。哎呀，又疼死我了。我就知道你这病三分病七分装，你要真疼你敢上医院打针去吗？敢吗？嗯，啊，去就去，为了您我什么苦不能吃啊。怎么是为了我呀？那可不是为了你吗？我不为您我为谁呀、啊、我天天的这种假装肚子疼，我容易吗？我谁呀、啊、谁呀、啊、谁哟，哎呦，来来，我叫介绍介绍啊，这是苏苏的爸。啊，这啊，我们认识啊，这是苏苏。我们认识。都认识是吧？赶紧您这边坐。来来，坐坐。来来，这，哎呦，这我刚要去，你看我女儿啊，突然她不舒服了，我就说我改天再去。不必了啊，今后啊啊也不再麻烦你了啊，我们是告别来了。哟，上哪儿啊？孩子的奶奶和爷爷呀、啊啊、在上海啊，一直想接她过去念书、哦。我的公司呢，最近在上海设了一个办事处，我要去料理一下。哦哦，所以呢，现在带他去上海住一段时间。哦，那什么时候回来呀、啊？哎呀，那都不一定了。哦哦，那这个孩子也许不来了。啊，这个城市让我伤心。你们什么时候走啊？今天晚上8:50的飞机呀、啊。哟，孩子在家一直等着您。哦哦。啊。估计你可能是又有事去不了了，所以呢，他也让我一起和他一块儿来向您啊，不，向你们全家告个别。老苏同志，你说这怎么说走就走啊？你啊，对，孩子，你不是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要对阿姨说吗？
说吧，时间来不及了。阿姨啊，我一直想管教